2000年夏天，我逃离了故乡，奔向北上广。你别忘了，你是大学生，不是打工妹，别辜负了自己的理想。今年能火吗？你放心，老爸来照顾我，一定会还清的。你是不是已经忘记自己是谁了？你是留学生，不是街边小贩。我们分手吧。Mr. Zhang Xi, you're under arrest for the violation of Merchandise Act. 如果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关键词，那我的关键词就是奔跑。刘真熙，你还想听人家叫你小商贩吗？你把一个莫须有的理想放在他身上，他压力很大。The American dream has passed. Now is the time to live the Chinese dream.